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嚟到天狼美食呢个频道，我系杜师傅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就系腌制五花肉片。配方：五花肉950克，盐9克，白糖18克，料酒或是白酒20克，生抽20克，胡椒粉约1克，麻油少许。豬肉切合適的厚薄度，沖洗乾淨，濾乾水分後，投料醃製。先放盐拌匀，然后放入所有材料，拌均匀即可。入密封袋，放急冷柜，可以存放1个月以上。用时取回冰箱，自然解冻，方便家庭开餐，入味可口。可以香煎、炒榨菜、咸鱼蒸猪肉、焗、炸均可。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